来，我们看一下第四题吧，请看第四题。好，题目怎么说的？我们看一下啊，题目说呢，有两家工厂哦，甲乙两家工厂。那么甲工厂呢，是每小时可以做这个12只 A 款手机，4只 B 款手机。那乙是每小时可以装4只 A 款手机，8只 B 款手机。那么每天的需求量是 A 的呢？A 手机的话是36只，B 手机的话呢是32只。请问你甲乙各需要开工几个小时？可以完成，而且可以使得两个所花去的时间怎样最少？好，那我们看这题目怎么办？怎么假设？大家之间假设什么东西？假设这个甲呢要花几个小时？花 x 小时吧，然后乙呢花的是 y 小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着怎么列式？接下来，第一个 x 怎么办？肯定大于等于。对不对？然后 y 呢，也一定是大于等于零，所以光看这两个，我就可以知道它在哪里，它在第一象限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没结束哦，还没结束哦。首先，这个以谁为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以工厂为准还是以手机为准？如果我要列式的话，因为题目讲了36只 A 手机跟32只 B 手机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是以手机为标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请问你，这36只 A 手机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有些有甲，有些有乙去做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甲而言的话呢，因为甲是每小时是可以有12只，所以12个小时的话是应该是12x，对不对？那乙的话呢，乙工厂的话是每小时可以有4只 A 手机嘛，所以 y 小时的话是有4y，对吧？然后这两个相加的话，肯定怎么办？肯定大于多少？大于等于36吧，因为他说至少要36只吧。你会说老师，为什么不是等于36？因为题目是说各需几个小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希望开工的那个小时是都是固定的，那当然会有可能出现会超过36只，哦，没有那么完美，刚好36只的嘛，对不对？听懂我的意思啊？好，然后在第二个呢，B 款手机的话是32，好，那对于甲而言的话，甲工厂的话是可以每个小时可以有四只，哎，可以产生的是4只 B 手机嘛，所以。是应该是4x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乙的话呢是8只，所以应该加8y，然后也是一样，两个相加怎样？大于等于多少？32只吧。这样会了哈。好，列式列完，后面就应该轻松多了。为什么？剩下只是把这个图画出来而已。好，把图画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看图，答案应该是多少？好，这边是 x 轴，好 y 轴，好一样，因为 x 大于等于零，y 大于等于零，所以我知道它的第一象限，好，这个没问题。在这个呢，12x 加4y 大于等于36，这边是应该先找出来谁？12x 加4y 等于36这个线，好，那当然先除以四，所以变成30加 y 等于9，好，那通过两个点，应该是通过的是30，还有09，对吧？所以30，一二三。09，12345678，不好意思，太够。好，那把它连起来。好，这条线，那因为是大于等于36吧？好，大于等于36，所以应该是在右边吧？好，右边这个地方，好，右边。好，再来还有另外一条线是谁？这个四 a 加八 y 等于32，这个啊，所以我们算出来四 a 加八 y 等于32这条线，所以除以四变成是 x 加二 y 等于八，所以通过的点呢应该是80，还有04，好，04先画1234这边80 1234 5678，然后你把它连起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是大于等于，所以应该是指的是这个部分哦，这些，哦，然后第一象限这边都是，所以你要点是这个地方，这个点、这个点跟这个点，听懂意思吗？跟它有关的那些点跟这些，对。好，那现在我少讲个东西，它是它的目标函数是吧？目标函数，目标函数是多少？是不是应该是 f of x y？
等于 x 加 y， 因为他是问你是什么？题目是问说，请问你各需要开工几个小时才可以完成他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哦，各需要开工几个小时，所以他问的是这个 x 加 y 的那个最少的哦，最少的，是他们所需要总工时是最少的哦，他是问 x 加 y 的总工时，看到吗？这个里，该不讲，勉强这边，他说。各需几个小时，所以可以使他所完成的手机呢，而使两个工厂所需要的总工时，就是 x 加 y， 看到吗？哦，那就像刚才我说的嘛，一二三这三个点带进去这个 x 加 y 就算答案。好，这个点呢你已经知道就是09，这个点呢你也知道了80，好，就这个你不知道而已。好，就解这个联立方程式，解谁？一个是三 x 加 y 等于。哦，还有一个是x 加二 y 吧，好像是 x 加二 y， 对 ，x 加二 y 等于八。OK， 好，把那个解一下。所以呢 ，x 应该多少？这个会帮你看一下好了。x 应该是等于二 ，y 等于三，所以这个点呢，你知道的是23，所以请你把09、23跟80带进这个式子里面，就是答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 ，f of 09。F 二三呢就是 ，F 八零呢就是八，好，因为零加九，还有二加三，还有八加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很明显谁最少？他最少，这样会吗？那题目是问什么？题目是问各需几个小时吧，所以答案怎么写？答案你要写的是甲需几个小时？两个小时，乙呢？三个小时，这样会了哈。好。